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好的，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论坛。好的，来看一下论坛有没有新的公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用过 PC 版啊？哦，公测服务开跑，在 PC 版连接游戏手把唱完 KOF All Star。那李白没有连接。没有连接那个游戏手把，然后但是是用键盘，然后是用键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这个公告啊，吼，2月14号情人节，看来应该已经过了，我们就不介绍。然后再来是 PC 版 Beta 上市纪念冠军赛认证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的，那 CM 小五来跟大家讲讲话啦。我怎么点到里面去了？那 PC 版，然后在冠军联赛追加仅配对 PC 玩家，所以 PC 玩家有很多人嘛。你只配对 PC 玩家，就不会配对到手机玩家。那没有配对到手机玩家，就不会遇到外挂，意思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的哦。然后2月15号呢？认证活动就是2月15号2点到2月23的10点59分哦。活动期间安装 PC 版本 Beta 进入冠军联赛，选择仅配对 PC 玩家或将玩画面游玩画面上传到公告下方的留言板，好吧，就下面的留言板哦，就这个画面。在 PC 玩了以外的。在 PC 版 Beta 以外的环境不被视为参赛对象，所以你一定要进去 PC 版了，好不好？那全员参与者呢，全员都可以拿到 KOF All Star 格斗加10点召唤券一张，好不好？一张，所以你要是要玩了，就拍这个画面下来而已。就拍这个画面下来的是吧？哇，PC 版的人蛮多的呢。好的，送您那个10点召唤券哦。那再来，我们的古科长又出现啦。古科长跟这个谁，空手道先生是不是？CM 雅典娜跟大家讲一下了。由于 PC 版 Beta 版上市，挑战者有没有玩过 PC 版啦？当然是有啊。跟那个模拟器那些超好用的啦，说真的，李白测试过，也要看一下李白的直播啦，好吧？这次骨科长带给我们 PC 版的多种玩法，多种游玩，哦，还有多种资讯，快来看一下。我这个有一个，到这个连接下载页面，然后。安装方式这个应该都 OK 的，然后只要照那个方式去安装就会没问题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要讲什么呢？骨科长又来了哈。背景音乐没办法消掉了哦。那 PC 版呢？李白测试完之后啊，就是速度蛮快的啦。哇，都是韩文呢，那狂博啊，速度蛮快的，然后也不会断线，然后你要挂机也很方便，没有像模拟器用这样一阵子就断线。哦，但是你要连接那个 email 账号，好不好？email 账号，所以 email 账号要设定好之后再解除安装 PC，不然你到最后安装完之后你没办法进去，因为你没有那个 P 那个 email 的账号，所以 email 账号先设定。啊，这样看起来韩文真的不懂没有？哇，这什么啊？这应该是留言，纷纷留言说是不错的样子哦。假设照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这是 YouTube 啦哦。
这是 YouTube 的，然后。哦，这应该在讲说你的那个 PC 版的内建规格跟条件，好不好？规格跟条件，然后容量需要什么画质，这些应该都是考虑进去的。那看图说故事啊，对不对？然后照这个看得清楚 ，email 啊，你要 email 的账号哦。然后 PC 的哦，你也可以连接遥感哦。然后你要先下载。哦。然后你到官方网站可以下载，那里面还有一个二之国啊。然后连完之后就可以执行游戏。然后需要 email 账号连接，好不好 ？email 账号登录 ，email 账号登录，然后开始下载游戏。下载完之后，你可以从设定里面去设定你要用遥感还是要用遥感还是要用那个手把，还是哎对，遥感手把或者键盘。看起来厉害耶哦！没想到我们这个骨科长人蛮会玩的哦。哇哦，键盘也可以玩了。两个会这个韩文真的是听不懂了，完全看不到中文可以去猜它的内容，韩文的字真的是有看没有懂。好的，那介绍完的了，好吧？好的，这个 PC 版本骨科长故事 PC 版本介绍啦，就是有空大家可以去看内容啦。然后它有英文字幕，但却没有中文字幕啦。好的，那记得照那个安装的和使用方式还有规格去做下载。然后下载的话，你还可以把你的截图去玩游玩冠军赛的截图去下载在刚刚所讲的那一个公告留言里面，你就可以拿到十连召唤券，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下次呢会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我们下回见。好，好了，下回见是这个骨科长的故事啊，不是我啊，现在。讲完骨科长故事，还有 PC 版本的上市介绍、冠军赛连认证活动。好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2月15号的那个通知啦，好不好？游戏公告啦，好不好？还有进行的活动啊。好了，这里是礼拜五科技频道，我是李白，让我们下次影片见，大家拜拜。